Hello， 兄弟们好，我是刀圈里的小学生镇远。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一只量子熊头。很多兄弟问为啥熊头那么贵，真的上手看看就知道了。这细节，它真的不是 ZT 啊、蝴蝶啊、巴克啊那种细节，它的细节是非常非常非常到位的。虽然我之前发过视频，我说我不太喜欢熊头的设计，因为我觉得就是熊头这个价位的话，我个人会更喜欢手工打磨的这个刃。你看它这个刃的话，青根是非常直的啊，直正直角的青根，就这一点我是不太喜欢的。除了这一点之外，这个刀真的无可挑剔，它的细节、它的手感、它的设计、它对于边缘的这些把控、整把刀的一个组装的完整度、顺畅度、开合锁定，无可挑剔啊。对了，还有开刃，这玩意儿都无可挑剔。你看一下它的这个细节，这细节就用两个字啊，哇塞，非常哇塞。太顺了，真的是太顺了，太爽了，这种刀玩起来就很开心。整体结构的优化，背面只有这一颗锁片的螺丝，其他螺丝都隐藏掉了。量子熊头，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小证书，这是手签的一个产品说明。21年新产的 M390 MRBS 钛手柄，量子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擦刀布，就是这样子。这就是熊头，熊头真的是很纯粹的刀具，太爽了。